Vivo sonhando, sonhando mil horas sem fim. Tempo em que vou perguntando se gostas de mim. Hey,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次我们来到泰国的苏梅岛。深呼吸下先。我们这个 Pool Villa 私人别墅是不是很正呢？今次我们住在 Cross 2 Koh Samui。等我带大家看看房啦，有泳池，走到入去房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啵。真系完全私隐嘅，出边望唔到入嚟噶。噔噔，我同谭小今晚就系住喺呢度啦。睇我张床又大又舒服，有无线上网，当然玩嘅时候都不忘 check 下 email 做嘢啦。好啦，而家睇下个冲凉房先。这个花洒一边冲凉，后面一边是可以望到花草树木的。看看是不是好像森林冲凉咁呢？这个浴缸，哇，劲大啊！仲有块板推嚟推去，可以喺度食早餐喎。话是话，几舒服喎，坐喺度。四个人都坐得落啊，可以打麻雀啊！好，而家睇睇埋个厕所先。哇，边有件行李啊？好，就咁睇个厕所就冇乜特别啦，但系望出去。又是一个森林啊，正不正啊？完全可以坐在厕所那里冥想。哇，好了，今集是这样先啦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